就这么简单吗？男的女孩子就这么好哄吗？来，习总，你的大餐，今天约你过来就是想请你吃一碗猪脚饭。好多肉啊！你不喜欢肉肉的吗？喜欢。你请我吃那么好吃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有啥不足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说叫我请你吃饭吗？那我们就接地气一点嘛。反正我最近也是没钱，那就只能请你吃这个咯。你是在跟我装穷吗？没有啊。我现在穷的只剩下一张车了。要不我拿这辆车给你换你的货吧，换点钱周转一下。车好多女孩子都坐过。哼，没有啊，谁坐过？就你坐过呀。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？你去把沙发给我换。哎，你今天约我过来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看到好吃的我都把我正式忘了。正式忘了？你打开给我看一下吧。烦死了，我要是吃肉吃胖了。讨厌。吃胖了我陪你减肥啊。你就是想靠近我吧。玻璃。哇哇，高货啊这件。高货观音啊。哇，这件不得了，这件敞口非常正啊，种水非常好，净度非常好，大，放起来别掉。这个有80多的尺寸了吧？啊，74。哇，来了，我放进去，放进去。这个多少钱？26万。26万，我看那个56万呀。五六万。不吃了。你不吃了？哼。你吃，你都开玩笑的。8万左右，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吃饭。8万。肉都不香香。来，我喂你一个，来，我喂你一个豆腐，来，请你吃豆腐，来。这也太好吃了。哦，来来来，大美女，来擦一下嘴嘴。卖了，就这么简单吗？男的女孩子就这么好哄吗？一碗猪脚饭就搞定了。炸。但是我没钱，我把我车给你好吧。啊，行，那我拿走，我去看看我能卖多少转手啊。我卖个，要是卖到15万以上，我给你分钱，好吧？耶。要不要我陪你吃饭呀？那你坐下来一起吃啊。没，我单独点一份嘛，抠抠搜搜，这个才10几块一份。怎么了？不卖了。为什么不卖了？太便宜了。给我，骗你，这个100多了，这个一份。100多，你看，猪脚、豆腐、豆芽都有啊。哇哦！再差不多。好吧，好吧，拜拜。你不害怕坏人吗？嗯。这周围除了你都是好人。好吧，拜拜。你这么说我太失望了。谢谢你的。这个我不要了，把车给我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要了，把车给我。你得要。给我，我不划算啊。给我，我拿这辆车去想办法吧。来，给我。你就这样对我的，我记住了。